Ask Fei， 我是阿善。大家还记不记得上次阿善做了文青教战守则，教大家如何成为一个假文青还是文青？但是呢，我发现上一次我漏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，也就是食。所以今天就来公开阿善一整天到底会吃什么东西、喝什么东西。所以欢迎来到阿善的文青饮食守则。早上，按下爵士乐的播放按钮，让爵士乐来开启你文青的美好一天。The Jazz Show with Jamie Cullum。自己来泡杯红茶拿铁吧。红茶拿铁，茶跟奶的比例一定要是6:4。记得哦，比例是6:4，比例不是 Billy， 比例真的是6:4。这是文青专属比例。而每种饮品都有自己完美的温度，红茶拿铁是48度。 Perfect。 中午文青只吃独立经营的美味小店。Perfect。 下午文青要边忙边吃下午茶，所以文青泡了一杯白茶。为什么是白茶呢？我也不知道。拿了个盘子，放进了饼干，不知道为什么要拿一个盘子，好 fancy， 不需要不需要，把它拿走。等等，会忙很久，白茶一定要维持在60度。记住，这是文青完美专属温度。Perfect。 晚上来杯接骨木气泡饮，结束美好的一天吧。加点冰块，而且要拿温度计量到5度。为什么要拿温度计？不是啊，因为量温度啊，因为量温哦，好了，因为本来就超冷的，换掉就好了，干嘛拿？奇怪。没有啦，因为要调那个温度。那好了，对不起，那我不要用温度计。一定要冰冰慢慢的喝。我也要喝，给我，谢谢，拜拜。好，那给你喝。你觉得好喝吗？好美，耶！你是文青吗？我是文儿。